马来西亚行动管制区第51天带着两个月一直吵着我带他去钓鱼的徒弟仔 Wayhan 去解一下钓瘾。Wayhan 用上了这款 Asuka Light Game 9X 编制线。子线方面他就用上了这款 Asuka Ultra Max 100% 碳线。呀，第一杆就中了条顺壳鱼，我也要赶紧一下了，怎么可以输给自己的徒弟仔。今天就来试一下这款照震动无声路亚看看。钓线方面我选择了我个人最爱用的 Asuka Pro 8X 编制线，而子线方面我个人就选择这款 Asuka Hyper 100% 碳线，再加上这个 Matsumoto B17 青蛙味剂来增加中鱼率。哎呦，回去回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水啊 ！Yes， 金邮票，耶！今天两师徒过足了钓瘾，期待下一期再安排每一天两师徒再次烂钓 Angler, Jack Wong Angler, Wayhan。